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净土大经科注。请诸位同修先开注解1017页。1017页，请看第五行：吾等无伦最上圣智者，正是如来大圆净智，实转本时方归心源。这段开示也给我们指出我们学佛的目标之所在。佛已经把八种识都转过来了。这个大圆镜是个比喻，形容这面镜子呢，它是圆的，圆满的。那我们呢，要能够真正呢做到回归自性，此地他说的是归心源，心源就是我们的自信。什么时候能够回归自信呢？当你这个阿赖耶第八识也都转过来了，那是真正的回归自信。一切种境无不圆照，是为大圆净智。一切是指的万物，种是种种差别，种种理论跟现象，内境外境都是可以照着见的，您都很清楚。此一智中有五殊胜，如谢脱身二圣同德。看来真的这一种智慧呀，那就太好了，因为它有五种殊胜。谢脱身，我们现在很糟糕啊，我们现在是什么身呢？业报身、苦恼身、凡夫身。解脱有大解脱、小解脱，小解脱身为圆觉，他们证得，人家就出了六道了，在四圣法界。如是净智，正是法身，非彼所共，故名无等，是一圣也。大圆净智有五种殊胜，这是第一种殊胜。那么这种情况呢，身为圆觉啊，没办法体会，因为他还没有证得法身，所以必须要达到圆教初住以上
别叫初地以上，他们才被称为呢法身菩萨。我们是很幸运呐、啊，生到极乐世界，您就是谁？二维月智菩萨，二维月智菩萨呢，就是法身菩萨。如前三智菩萨见得，前面所讲的三种智慧，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圣广智，它是转前五十、转第六十、转第七十，渐渐转。所以菩萨是见得，逐渐逐渐证得，但是这个大圆净智不是的，它一转呢，全都转过来了，它不是慢慢转的。那么大圆净智得到了，那真的是什么都获得的。大圆净智为佛顿证，你看这就讲得很清楚了，是谁才获得的呢？是佛顿证，这个顿叫做快速，更无余类，故名无伦，是二圣也。这是他的第二种殊胜之处，因为没有别的能够跟他再相比了，所以称为呢无伦。伦就是类别的意思。过于不思议之为罪，这个过就是超过，前面是不可思议，而这种智慧呢超过了不可思议，所以称它为罪。于与不可称智为上，大圆净智又超过了不可称智，所以叫它做上。你看念老这个解释非常清楚啊，很细心的，每个字每个字、哦、都给我们讲得那么清楚。宽于大圣广智，这叫做圣。宽是讲宽广，所以呢转八十，这讲转第八十成大圆净智，它有这三个意思，它有最上圣，前面还有个无等无伦最圣，是为第三第四第五圣也，是故名为无等无伦最上圣智。这些话都是讲到佛所拥有的智慧，而我们在看华严经，大家心里就无限的欢喜，这种智慧不但佛有，我们众生通通都具足。或者大师不就讲了吗，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佛的这五种智慧。有会书曰，不了佛智者，盖以佛智之不可思议，不悟如来之所以大也。修行嘛，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开悟，开悟之后你就发现什么呢？原来经上所讲这些智慧德能相好，人人都有份。念佛往生为佛智所见，看来我们这辈子想念佛生到极乐世界，那也不简单呐。为什么？你很有智慧，没有大智慧的人，他今天不可能来到寺院，他就出去喝咖啡了，呵呵，出去逛街去了，去这个什么他喜欢的地方啊、找朋友找亲戚啊聚餐呢，他对这个修行呢不太在乎。所以呢这个学佛就是帮助我们大家把这个成佛道上的种种疑问都把它化解掉，这样就顺利。
不思议智者，佛之智慧深广而不可思议，故云不思议智。念佛往生为不思议智所立。假如我们有怀疑，那就叫做不了不思议智，你不了解吗？不可称智者为佛之智慧，众多无量而称说不能尽，故名不可称智。佛的智慧如果详细来讲的话，那说不完的，讲不尽的。现在是用归纳的方式说，它有五种。那么念佛往生呢，为不可称智所成。假如我们对于这个法门还有所怀疑，麻烦大的去不了，麻烦小的您还是可以到达，但是呢到边地城里面要待500年。所以呢还有所怀疑，这个就是不了不可称之。大圣广智者，于诸法门知之穷尽，故名大圣广智。念佛往生为大圣广智所感。看来诸位同修啊，都挺了不起的。您今天肯念佛求往生，那证明您是很有大智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一起深入念到这个注解，就是帮助我们破疑生信。吾等无论最上圣智者，位分高出。位是地位，分是身份。名吾等无论最上圣智，今此念佛往生为吾等无论最上圣智所发。看来我们大家今天肯专心念佛，那证明我们这个疑惑呢比一般人那是少很多很多。虽然说比别人轻，但不代表我们没有，我们还是有。为什么说还有呢？因为您这个符号当中还有夹杂着自私自利，还夹杂着名闻利养，还夹杂着七情五欲。所以等到哪一天我们能够最低达到了功夫成片，证明我们这个疑惑啊，那是非常非常淡薄的，非常非常微细。再提高一层，如果达到事心呢，那这个信心就更加强，您的品位就更高。所以越往上面去啊，那个信愿越发的殊胜。净引书简述其要，中要广演其义。会书里面说的会归净宗，念老啊把这三种资料呢都揭露在此地给我们做参考。这三段净引书是第一段，中要是第二段，会书是第三段。会书完全会归到念佛往生，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啊，日本这些高僧啊，那都是念佛很有功夫的。他看经文，他看经文呢，就比很多人看得细，他看得深入。经云：以疑惑心者，以不能信了佛智，故生疑惑。疑有四个意思，下面就说了。以下广摄昙鸾大师、圆晓大师、俊地老法师、
并兼取景星等诸师经义。这是念老啊摘录他们所讲的开示的精华，简化其文字而综述之。所以说下面的四段开示呢非常可贵，从这就可以看得出啊，念老师既有智慧又非常谦虚。你想想，如果他自己没有大智慧，他怎么能够把别人的话看得懂？他如果自己没有念佛，他怎么能够体会到这些古大德的境界？可是他又怎么样呢？他不用自己的意思来写，用古人的话来讲。如果他写自己的意思哦，现在一般人看了之后怎么想呢？你算老几？你凭什么说你的意思就是佛的意思？现在人不服啊。他怎么样呢？哦，我没有任何想法，我们把古人的想法请出来，我们自己来一起学习。你看这个态度啊，真的是很有智慧啊，很有善巧。这四段的第一个不信，不思议之，故一旦念阿弥陀佛，未必得生极乐。这第一段呢，是念老根据经文所讲的，根据祖师大德所说的，做一个结论，劝我们大家要能够真正相信这部经，要真正相信净土法门。在这个时间呢，说句老实话，很多事情呢往往不是我们能够意料的，所谓的世事无常。最近呢有两个乘客，他们坐飞机，他们靠窗户嘛坐飞机，这两母女呢就忽然看到，因为他们靠近那个机翼嘛，机翅膀左边，就看到那个机翼上面呢贴了很多的胶布，闪闪发光的胶布，阳光一照嘛就反光了。他们就好奇了，这么好的一个鸡翅膀怎么上面贴胶布啊？而且呢飞着飞着那个气流啊有震动嘛，搞这个飞机啊这样子有点颠簸。这两母女就开始担心了，会不会出问题？因为以常人的观点来说，人如果哪里不舒服啊，他就会贴一块胶布嘛。鸡翅膀如果贴了胶布啊，哎呦，他在那边就操心了。还好一路平安没事儿，到达目的地。后来他们就把这个视频就放在网络上，然后就有一些专家就来解释嘛，为什么要贴这个胶布，说这是正常的一个临时的一个补救的措施，没有问题的，安全上没有问题。你看我们人呢真的在这个时候开车不一定100%安全，坐船很难保证，坐飞机呢提心吊胆，再说句实话走路呢突然从上面掉下来一个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要在这个时间平安无事，最好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存善心，积阴德，多念佛，这个好。想要真正的避免这些灾祸，化解灾难，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帮助自己开智慧，学习佛法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下面说，不知不思议之有大威力，非思量所能及。这个不思议之起的大威力，就是经上常说的三明六通。六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一切万法无非自利他利，自摄他摄，
千变万化，无量无边。所以一切万法是怎么来的呢？怎么产生的呢？自利、他利、自摄还有他摄。看来这个宇宙的变化好复杂，但是再怎么复杂总离不开一个原则，什么呢？华严经上讲得好，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我们的念头决定外面所有境界相的变化。安得以凡夫有爱之情时，以彼如来无爱之妙法。这个安呢，就是怎么可以以我们凡夫有障碍的情识来去揣测，来去怀疑佛的那至高无上的境界呢？我们先不要说佛了，就打个比方嘛，就好像幼稚园的小朋友，他怎么能够想象得到大学教授的境界呢？怎么想都无法去猜测得出来。怎么才能够知道佛的境界呢？唯佛与佛方能知之。所以我们哪天也成佛了，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佛的境界如何。接着再举个比喻，岂知一面之镜能现万象。古人说这个镜子嘛，摆在面前，湖来见湖，汉来见汉。镜子是没有分别心的，谁站在他的面前，他就会自动的显示出这个人的相貌。千年积心，一火烧尽。这里有一堆柴火已经摆放一千年了，如果你把它点着呢，它很快就会把它烧光。故智心一念称名，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十念毕生又何足以益。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这里举了观经上的一句话，我们至心念一句佛号能够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同时呢，我们念一句佛号能够消八万亿劫生死重苦。况且我们每天念的佛不止十声百声哦，所以念佛能不能够产生决定性的效果，关键就看您的信心愿心有多少。你看张三和，他念的都不到十声佛号站着往生，所以他那句佛号是声声佛号都很有力量的。我们呢，平常是有空就念，无论是散课定课尽量多念，这是第一个。二者不信不可称之，不了佛智体觉对待，离过绝非。这是他不相信了妙观察智。这个妙观察智怎么来的呢？就是转了第六识成就的。他不了，就是不明了佛的这种智慧。那佛的智慧如何呢？是体觉对待。对待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相对。凡夫嘛，很喜欢相对法。智慧的对面是什么？烦恼，是不是？烦恼跟智慧是相对的。那在佛来看，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烦恼，烦恼就是智慧。那白的跟黑的呢，是相对的。男的跟女的呢，相对的。这都是从不平等心产生出来的一个假象。
等到哪一天呢，我们这一个心里面清净平等真正恢复过来了，这一个对待的现象就没有了，相对的现象就不存在了。在佛的眼睛里面，他看一切众生是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所以我们跟一切众生的关系是什么？我就是你，也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们三个，就讲我们三个好了，是一不是三。这就是华严经上所讲，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既然都是一，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那彼此之间互相照顾，要不要讲什么条件？不应该，应该怎么样照顾对方呢？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条件的帮助对方。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对待的现象太多太多了，种种分别的现象非常复杂非常多，但是在极乐世界呢，绝对看不到。从哪里最明显呢？您只要莲花一开，一走出来，你就看到自己怎么样了，跟那边所有的佛菩萨的模样完全相同。可是现在我们讲堂里面六个同修，我们大家的相貌一样不一样啊？都不一样。那么到了极乐世界呢，全都一致，大家都长一样，好不好？好，这就去掉分别心吗？那还有人就担忧了，长得一样，我怎么知道他是谁，我是谁？双胞胎都容易搞混的，那更何况大家都是一个样子。您甭担心，到达极乐世界，自自然然就有三明六通嘛，能力都恢复过来了。还有佛的智慧呢，是离过绝非，过失全都没有了。其实我们过失最大的过失是什么？你有想法，还有呢，你还有非，非就是分别，就是执着。所以我们如果还在天天在那里执着分别打妄想，这个叫做过非。学佛嘛，就是要把过非全都去掉。下面是唐人大师所讲的：不可称智者，言佛智，绝称位；不可称量，非相形待，不相对待。人呢，在还没有出生之前，一般呢父母都给他预先取了一个名相，给这个儿子，给这个女儿，要给他叫个什么名字。人有姓名，那佛菩萨有没有名字呢？也有。但是佛菩萨对这个名相会不会计较呢？不会。就像我们中国道家老子也怎么说呢？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金刚经讲的更加的究竟，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我们大家对于这些名相啊，不要斤斤计较，用它就好了，不要太过于分别它。它叫我们什么都好，它喜欢叫随它。我们心里很清楚，一切相都是幻相。下面再解释一下，何以言之？法若是有，必因有知有之智；法若是无，亦因有知无之智。这都是讲哲学。其实我们看这个注解里面都有很高深的哲学，你把这个科注学通了，你可以到大学里面当教授了。如果说这个法真的有的话，那应该是有一个知道有的这种智慧。
法如果是没有，是无呢？那应该我们也有一个知道无的智慧，要不然谁知道它有，谁知道它无呢？诸法离于有无，哎，这不就是把那个对待去掉了吗？对待就是相对吗？你看我们在这里分了有分无，凡夫吗？执着一切法都是有，阿罗汉呢？执着一切法空，他总是抓一样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万法是非有非无啊，都是梦幻泡影，连我们这个身体都不可得，身外的人事物哪一样东西您可以得到？所以《楞伽经》上有两句话说得太好了：自心限量，不断之无，一切法都是心想生，所现的现象刹那不可得，一弹指32亿100千念，哪一样东西您能够抓得住啊？抓不住啊！说那个抓，他已经不晓得多少变化了，呵呵，是不是？所以呢，多看大圣经典，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放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个梦境呐、啊。永嘉大师讲的那么清楚，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大千就是指我们这个世界。故佛明诸法，则智觉相待。佛对一切法没有任何起心动念，这个叫做明。佛的智呢，没有对待，智觉对待，有无是对待的，它有两边嘛。那佛的智慧呢，是没有对待，没有对待就代表圆满。以知取佛，不曰知佛，以不知取佛，亦非知佛。我们用知来取佛法，这个是对佛法不认识；以非知、非不知取佛，亦非知佛；以非非知、非非不知取佛，亦非知佛。佛智离此四句，诸位同学，你把这一段话前后看一下就知道，在我们这个世间找不出一个人可以跟佛辩论的，你辩不过佛，你怎么讲啊，都没有佛讲的那么样的圆满，找不出漏洞啊。说句老实话，我们把这个境界说得高一点，佛到底是什么？当一位善知识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答？答不出来，无话可说。哎，您真的不说也不答，哎，您懂这个境界了。所以有那个上上根人呢、啊，当他见到一尊佛像，就坐在那不动，或者站佛像站在那不动，他一看，他看着看着，他就开悟了。我们看了这么多年还是不开悟，佛像还是佛像，自己还是自己，自己还是一个凡夫，这叫不会看呢、啊。所以中门大德怎么说呢？你会摸，你会看吗？会看的人他就开悟了，不会看呢，看上一千年一万年还是不得其门而入。所以这个经教啊，真的是需要善知识来指点，经教呢需要常常熏修。后面的话是念老所讲的，离此四句即离百非，把这个四句一展开就是百非。佛法确确实实离四句绝百非，佛智离四句绝百非，体离对待，故曰不可称之。这就是真正的把第六识呢转过来成为妙观察智。
这个地方说不可称之，不许可我们有起心动念。哪一天您真的是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妙观察智它自然就出现了。所以啊，故曰不可称之，不能说。楞严经上讲嘛，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智不可称，故念佛功德亦不可称也。所以说我们对于念佛的功德到底有多大，你也不要去想它，你越想越错。怎么做呢？照念就好了，莫执念去，一直念下去。闲工老和尚说吗，念佛不拐弯，念着念着你就暗合道妙，自然就懂了。所以念佛往生啊，为不可称智所成，于此有疑，明不了不可称智。假如我们对于他呢还是有怀疑，这个叫做不了，不了解，不可称智。这是第二点。再来看第三个。三者不了大圣广智，以佛不能识度一切众生。这个大圣广智是我们转第七识摩那，摩那也叫做一根，把它转过来，那就出现了平等性智，或者叫做大圣广智。有人就怀疑吗，佛真的可以普度一切众生吗？还有一个疑问，复以一切念佛众生岂能皆得往生净土？他这个操心呢挺多的嘞，是不是？该想的不想，不该想的他胡思乱想。他想什么呢？他就想这个地球，这地球80亿人都能够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吗？他也这样疑惑。诸位同学，我们就说现在这100年当中，这80亿人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往生西方净土呢？我们说句老实话，不可能。就说图文巴好了，图文巴16万人口，16万人哪些人今天在念佛啊？恐怕您家里面人都没有念佛，是不是？只有您念佛，其他人都呼呼大睡，睡得自然醒。所以呢，80亿人不是同一世，这一生都往生西方净土。但是我们要成为少数念佛往生人当中的那一个，我们先去嘛，去了之后呢，您再回来，再度跟你有缘的大众，也来念阿弥陀佛，去西方净土。下面再做一个总结。故于阿弥陀佛作有量想，对之此疑。在这部经上，我们看到佛的智慧无量，相好无量，德能无量，慈悲也无量。参与这个法会的大众啊，对阿弥陀佛是赞叹备至，大家呢都发大心要效法阿弥陀佛，都发愿呢想去西方净土。故言大圣广智，大圣是真实智慧，广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此智无法不知，无烦恼不断，无善不备，无众生不度也。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这种智慧的能力太大了。转莫那，转四种烦恼。经上讲，这个莫那呢有四大烦恼常相随。大家应该都记得哪四种呢？我见、我爱、我痴、我慢。哎，当你有这种智慧呢，这个四大烦恼都
自动的就断掉了。所以您就可以做到无法不知，无善不备，无众生不动。其实有些同修啊，他也蛮着急的，哎呀，我家里的这些亲戚啊，我怎么劝他都不听啊，都不肯念佛啊。不用着急，您自己先成就功夫成片，平常劝他念佛他不听嘛，那你就表演一招给他看一下咯。到那个时候不说话，他看到我们欲知时至自在往生，他就无话可说了，他就相信了。后面这句话蛮重要的，欲明佛智，无不运在。这个运在呢是比喻呢度众生，佛有真实的智慧可以帮助一切众生回头，运在一切皆入无余，这还得了。佛帮助我们大家不是只证得身为圆觉菩萨而已，而是帮助我们呢契入到无余，无余就是涅槃，大般涅槃，故曰大圣。因为这样子所以称他为大圣。圣是车辆，那大圣呢是说这个车子能够装载很多人跟物品，其所运在无限无际，故名广智。佛智慧的德用是没有局限的，没有限量的，没有边际的，所以称它为呢广大。又于诸法门知之穷尽，故名大圣广智。对佛来讲，世间法没有他不知道的，出世间法您问他呢随问随答。大家想不想有这种能力？想。这种能力哦，是大学教授教不给您的，他没办法。为什么？他自己都做不到，他怎么能够教学生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大学生辛辛苦苦读的4年5年7年怎么样呢？还不是一样烦恼重，没开悟嘛。可是佛法这个大学，哎呀，那看个人根性呢，上个人一天就搞定了，中根人呢3年5载，下根人呢10年20年30年决定成功，你能够开智慧，故能广弃群机，悉皆度脱。不管这个众生是什么程度，佛都有善巧方便帮助大家觉悟。那佛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觉悟呢？大家看《无量寿经》《弥陀经》上都有同样的一句话，经现在说法。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古代这个儒家的道场叫做书院，道家的道场叫做道观，那我们佛门寺院呢也都一样，天天都是讲经教学不中断的。所以在以前呢，学术的氛围非常浓厚，无论您到哪个寺院去都有听到朗朗的读书声音，都有听到讲堂里面有法师，有这些道长，有这些老师在教我们，大家都在讲课。唯有教我们才能够明理，才能够把那个事看清楚。如来大悲大智，于诸有缘无不运载而入涅槃。跟佛有缘的众生呢，那这一生这一世啊就能够得度。如果他对佛法的缘呢还不是很深，佛也是想方设法跟他结缘，让他来生后世啊也能够呢
善根成熟。当然我们希望自己这一生就能够永出生死轮回。今天我们所用的方法是专念一句阿弥陀佛，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佛为我们大家开眼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妙义。一切诸佛来到世间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一句话，开眼，开就是开示，讲嘛。眼是什么呢？表演出来，做出个样子出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我们修学净宗的理论依据。您为什么这一生可以成佛？因为您是心是佛。那现在我们是迷得太深，烦恼太重，如何使我们恢复佛性呢？是心作佛。怎么样是心作佛呢？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您是念念都在作佛。希望我们大家平常都养成个好习惯，早上一醒过来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阿弥陀佛。这早上一醒来嘛，眼睛都还没睁开，清醒了，还没睁开，人还在床上，可这个当下意识就是第一个就想到阿弥陀佛。除非说您这一天当中啊，要工作，要思考，要设计什么东西，这个当下我们就把佛号暂时放下，一旦这些事情处理完呢，赶紧再把阿弥陀佛提起来。要想到这一生这一天当中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念佛最重要。其实这句话我们已经讲了好多遍了，念佛最重要啊。但是我们懂不懂佛跟祖师大德讲这句话的深意呢？不太懂。什么时候您才着急要念佛呢？生病了，重病啊，遇到灾祸了，没人救您，这个时候您就找这个帮忙，找那一个来救助。求人不如求自己啊。所以我们呢，每天心都在清净平等觉上面，自然就会化解过去现在所有的业障。业障轻业障少，这个人他这一生呢就过的日子呢比较顺利幸福自在。那如果业障重呢，他就过得很辛苦。所以啊，一切法都是我们的意念行为在转变。后面再讲，令诸有情以念佛入无念。我们现在开始念佛呢，是有念，有念功夫提高到后面呢，就达到无念。无念最高的是契入到离心不乱。我们现在不求我达到离心不乱，我们只要做到什么功夫成片就好了。什么又叫功夫成片呢？简单来讲，您不念佛的时候那个佛号也出来了，这就叫功夫成片。这样讲大家懂吧？您没有刻意去念佛，那个佛号也会自然就产生，从心里面产生，已经养成一个根深蒂固的好习惯。所以呢，有这样的能力的人，他往生极乐世界绝对没问题。因往生证无生，这个无生就是无生法忍，您只要生到极乐世界都是阿惟越致菩萨，都是呢无生法忍的菩萨。无生法忍至少是七地，七地八地九地，这是三个阶位。故
能令念佛众生皆生净土。这一句话可以说是把所有大众啊，怎么样呢，都包括在里面。那关键就是看这个人他想不想念佛了，他想不想去极乐世界了。有世界非有边非无边，一觉四句。我们讲这个界限呢，它到底有没有边际呢？极乐世界有没有边际啊？没有，它怎么样呢？无穷大，无穷广，广到什么地步？你现在坐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我们这个讲堂就是极乐世界，到处都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我们自己呢，现在关键的就是把内心里面那个分别执着把它减少放下。佛令众生离此四句，明之为度。哪一天我们把前面所讲的这个四句百非都远离了，都放下了，这个众生呢，他就得度了。那换句话说，这个众生怎么样呢？他心就清净了，他心就平等了，他没有那么多胡思乱想。其实非度非不度，非净非不净。这句话呢，交代的非常清楚，讲的非常妙。《金刚经》上说呢，度无量无边众生，而时无一众生得度者，就是这个意思。佛真的是都是讲实话，你看他老人家天天教学帮助我们觉悟，可是他不鞠躬哦，他没有说我在度众生，我度了多少众生。其实看了《金刚经》我们就知道，这个梁武帝金刚经不通，是不是？他如果把金刚经搞通了，他会不会问达摩祖师那个问题呢？不会了，他自己就懂了吗？所以他不明了，他还是执着说我度了多少众生，还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有多大的功德。没想到达摩祖师讲老实话，并无功德。不要说你建480所寺院，度100000人出家，你就算是建48000所寺院怎么样，还是并无功德，因为您执着计较嘛。所以佛劝我们要离四句，绝百非。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度而无度，无度而度，这才叫什么？真正度众生。这是第三个，我们再看第四个。是则不了无等无伦罪上圣智，以佛不得一切种智。这是他怀疑什么呢？佛没有证得一切种智。以是故，与念佛往生法门不能正心，乃感胎生。因为他对于佛的这种智慧有怀疑，所以他修念佛法门升到极乐世界，他不能够马上花开见佛，他又在莲花里面最长待上500年。那么用这个胎生啊来形容他在莲花里面所受那个苦。所以我们在一起呢，共同学习这个汇集本《无量寿经》汇集本，一起学习念老这个集注，最大的用意就是要把极乐世界的真实相看清楚，要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真相呢也弄明白。真正搞清楚了，您就会有一个正确的评判，哪个地方
是要去，哪个地方是要把它舍掉的。这个一切总之，一切智是总说，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圣广智，跟这里所讲的无等无伦最上圣智是一体的起用。一体起用里面，那么前面所讲这三个智呢，都是从自心所现出来的。我们能够把阿赖耶转过来，那您这个无等无伦最上圣智就能够出现。诸位同修，如果我们念佛念到离心不乱，那这个无等无伦最上圣智会不会现前呢？会。当然这样人呢少不多，是有，可惜有的人呢，他对于佛这个能力啊有所怀疑，他疑佛不得一切种子，他总是怀疑啊，这个世间哪里可能有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自己没这个能力他就怀疑别人没有。难道您没有听说过古人讲一句话，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井外还有井呢，是不是？你看一只可爱的青蛙，它掉到那个井里面去，它的空间就那么大，可是它所了解到的外面世界多大呢？就是那个井口。等到哪一天这个青蛙，它可能人家打水吧，把个桶放下来，一不小心把它给捞出去了，他一跳出这个井外就看到，哇，外面这么宽广，到那时候他就怎么样呢？就否定以前的那个知见。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吗？所知太狭隘了，只是这个地球，只是这个太阳系银河系而已，没有突破，我们连一个银河系都还没有突破啊。其实我们可怜不可怜的，挺可怜的，是不是？我们这么可怜还不觉得自己可怜，所以我们才可怜。那佛呢，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到我们身边，化现不同的身相，把事实呢给我们慢慢说慢慢讲，甚至有时候呢还用神通能力现给我们看他们的那种殊胜境界。因为有人嘛，他对于佛的智慧呢不相信，所以他到达极乐国土是升到边地里面，在这个边地里面呢，他那个苦啊，就是五百年当中不能见佛，不能闻法，不能够出去参访度众生。下面是韩国元晓大师他所讲的意思。元晓大师呢也曾经呢亲近过善导大师，其实韩国日本这些高僧大德都是来到我们中国呢学习佛法然后再传回去的，也包括越南的法师。他说，如是佛智只因养性不可比量，故名无等无伦最上圣智。这一段话太重要了。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吗？那我们对于经上佛讲这个境界应该以什么态度呢？养性，恭恭敬敬，完全相信，不能够比量啊。什么意思呢？不可以比较啊！这尊佛跟那尊佛，哪一个佛的能力强？以前我们看小说嘛，《西游记》，看那个如来佛，也没人跟我们讲，我们也不懂哦，以为如来佛是某一尊佛，其实不懂，如来跟佛是佛的
十种德号里面的两个德号。说真的，写那个小说的人都不懂，对不对？当然，我们不是批评那个作者，只是说看了佛经之后，知道他对于佛经呢还不是真正了解而已。如果说他真的通达大藏经，恐怕《西游记》要再写。那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对佛法养性呢？应如起心论所云，一切境界本来一心。这是马明菩萨在《大圣起心论》里面所讲的一句话：所有的境界都是从心想生，全体是心，全体是佛。这就是古人所讲的伦常。伦嘛，是讲到人跟人之间关系五种：父子、友亲、夫妇、友别、君臣、友谊、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那佛法讲这个伦，比儒家讲的更加的彻底。佛法说什么呢？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的。所以啊，我们如果能够把每个宗教的经典都学通了，宗教跟宗教之间不会有冲突，不会有矛盾；族群跟族群之间也不会有任何这个问题产生出来，国家跟国家之间呢，也都会和睦相处。所以教育啊至关重要。您再看所有宗教的创始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什么？全部是教学。因此，一切境界本来一心，这是大圣经的哲学。离于想念，没有想，没有念。你想什么？想过去，想现在。有人还说还念旧啊，是不是？我好念旧啊，念旧都叫妄想。以众生妄见境界，故心有分歧。这太麻烦了，分歧就是分别。其是等其，其实这个分别都从哪里产生呢？还不是你想出来的。以妄其想念不称法性，故不能决掉。你有了妄想，那就跟法性呢不相称，因为这样子，您对于一切真相不能够正确的决定、判断。明了，所以说分别执着把我们给害惨喽。诸法实相其实就在当下，因为我们内有分别执着，所以就看不清楚、弄不明白。哪一天您把分别执着放下了，就豁然大悟。所以你看那些宗门大德，他平常在厨房里面劈柴，咔嚓咔嚓劈柴，劈了好多年都不开悟。突然这天，他一斧头劈下去，咔嚓，开悟了。一开悟就怎么样呢？请他上座，给大家讲开始。为什么以前劈柴没有开悟？因为以前还在用妄心，还有执着，还有分别。但是他一直坚持下去，一直在修，修禅定。火候到了，佛力一加持，一下子使他的悟门呢豁然大开。想必我们大家也很想开悟，也很想开智慧，你怎么做呢？
方法很简单，读经一直读下去，念佛一直念下去，拜佛一直拜下去，听经一直听下去，坚持到底。只要功夫深，决定能够开悟。这是古人所传给我们方法，贵在专精深入，要深到极处。诸佛如来离于见相，你看佛就表演给我们看呐，他是见而无见，无见而见。那他有没有见呢？他当然见了，可是他见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不分别，他不执着。我们麻烦在哪呢？这个麦克风是黑色的，你就在那边分别它是黑色的。佛有没有分别它是黑色的呢？佛不分别它是黑色的，但是他知道这是黑色的，因为我们认为它是黑色的，佛就随顺我们，哇，这个是黑色的。不随顺我们呢，就无法跟我们沟通，无法交流，他顺着我们这个知见来度我们。无所不变心真实故，即是诸法之性。哪一天呢，您心里面什么都不想，连那个不想也不想，真心就恢复过来了。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诸法之性，诸法的自性。我们自性是什么样子呢？慧能大师讲了五句话嘛，前面那一句是相同的，何其自性，后面就说呢，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他的师父一听到这儿点点头，好，不必再说了，好了，可以了。因为怎么样讲，这五句话他没有讲，弘忍大师没有说，是他自己悟出来的，是慧能大师听到应无所住，他自己有这样一个判断，没说错，他师父认同你讲对了。那我们呢，起心动念呢，不跟法性相应，我们起心动念跟什么相应呢？跟第六识，跟第七识，跟阿赖耶相应。所以对于佛的智慧啊，无法决掉，没有办法决定，没办法呢搞清楚。那么佛教我们大家要做到离于见相。真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学习呢，见外面的相，不为外面的相所动。有个菩萨就是常常到市场去修禅定呢，你看这个菩萨他在哪里修定功啊？就在复杂的人事环境当中，看看得很清楚，听听得很清楚，但是呢不着相。所以我们呢多看大乘经典，能够帮我们呢明了真相。真的哪一天呢，您有什么想法冒出来了，赶紧就把《金刚经》上那一句话提起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人呢，晚上偶尔会做梦，白天不停地做梦，活了几十年，活了一百年，做了这一百年的梦，在六道里面已经待了无量劫了，做了无量劫的梦，这么长时间的梦，该觉醒呐。自体显照一切万法，有大智用，无量方便，随诸众生所应得解，皆能开示种种法义，是故得名一切种智。证得一切种智的人，那至少都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以上的大菩萨。
而我们真的是啊，在佛力的帮助之下，我们不只是原教初住啊，我们到大极乐世界什么地位呢？居然是原教八地菩萨。您升到华藏世界是原教初住，刚刚到那边吗？原教初住。可是我们刚刚到极乐世界，您是什么呢？第八地，那比原教初住高几个阶位啊？37个 位次。他要修，至少要修两大升起才能够赶得上我们呢、啊。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自己带头号召华藏世界的其他的菩萨们也都念佛到极乐世界去，因为在极乐世界成佛快，时间短，花的时间精力比在华藏世界那不晓得少多少。我们用一个现在人所讲的话嘛，在极乐世界是速成班，今天上课，今天早上上课，下午就拿毕业证书，好不好呢？这是每一个学生呢、哦、都希望这样子的。其他佛刹其实也是可以成佛，只是说呢时间太久了。下面是念老所说的无所见故，无所不见。因为佛做到了无所见，他就有什么能力呢？没有他见不到的。我们凡夫的麻烦是什么呢？因为您有所见，那就有所不见，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讲堂，我们现在在讲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范围只有这个讲堂里面，请问讲堂外面呢？什么人走过去，什么车子开过去，什么鸟飞过去，您知不知道呢？因为是这个这种玻璃嘛，我们就看得不清楚，还有墙壁挡住，见不到。无所见故，那就是没有他看不到的。您能够做到无所见，证明您的心达到清净平等的，所以真心起作用绝对不是妄心所能够相比较的。如是对之，第四一也。这是呢对之啊我们第四种疑惑。下面还是圆晓大师在《无量寿经中要》里面所讲的开始。若人不觉如是四疑，虽生彼国而在边地。这个觉就是决定。如果我们呢对于前面所讲的四种疑惑都能够明了，都能够把它化解，临到达极乐世界自自然然莲花就开，马上就入品，不需要耽误啊500年边地一层那个时间。有人就说500年不是也不长嘛，关一下也没有关系啊，请问何必呢？是不是？还有啊，耽误500年等于说您成佛的时间就比别人慢500年，大家一起去嘛，是不是？同一天到达，都在同样一个莲花池里面，两朵莲花一起放下来，别人莲花马上开了，我们还等上500年，那别人呢可以立刻走出来到讲堂听经，可以出去亲近其他佛度众生，我们还要浪费500年时间，不应该。如其有人虽未明，解如前所说四智之境。这是讲有的人呢，虽然他对于前面所讲的四种智慧不能够理解，但是他怎么样呢？而能自谦，这个态度好，他谦虚啊，心眼未开，他知道他的智慧没有开，
能力没有现前吗？仰推如来一向福性，恭恭敬敬。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佛菩萨不会骗我的，我照做就好了。就像地仙老和尚的徒弟郭如将老法师，他懂不懂什么叫南无阿弥陀佛？不懂。怎么写呢？他也不知道，我们写给他看他也不认识嘛，他就老实在哪里呢？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继续念呢。所以他对他的师父仰推福信呢，才有殊胜的成就。如是等人随其行品往生彼土，不在边地。你看他就跟那个边地往生的菩萨就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他的信心比那个生到边地里面的人要多，他没这个疑问，这是他的优点长处。生彼边地者别是一类，非九品社，是故不应妄生疑惑。这里是圆晓大师哦，苦口婆心的提醒我们呐，不应该对于佛的智慧有所怀疑。下面是念老做一个总结。此论就是上面圆晓大师所讲的至今之要，如能信如来诸智，是为上根立智。请问大家对于佛的智慧相信不相信呢？相信了，您点头就证明您是上根立智，是不是？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是上根立智，但是您对佛的话仰推福性，那您就不是一般人呐。过去生中常常亲近诸佛如来，常常熏修净土法门，若未能信得极，但虚心自谦，仰信诸智，亦得往生，不堕一层。所以呢，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你看他们代代承传佛法到我们这里，那些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莲花自然开启的人，都是因为啊，过去今生熏修这个法门的时间长久，他非常勤奋。我们读经呢，可能一天只读个十遍，他读多少遍呢？他可能读二十遍三十遍。我们听经可能只听两个小时四个小时，他听经多长时间呢？他可能听十个小时。我们念佛可能四五个小时，他念佛多久呢？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您不要钻空子啊，念累了就休息，您怎么休息呢？躺下去呼呼大睡那不行。真正用功的人他怎么休息呢？他就穿那个海青休息，正稍微靠一下，靠在沙发上眯一下啊，这个体力恢复过来接着再念，这个好。所以啊，这个道场里面呢，真的还是要有内行人呢、啊、做内护带领大家。真正佛期啊，其实一般来说人数都不多的，真正打佛期啊，那个主期和尚他带领的念佛的佛友是多少个人呢？十个人。为什么？人少他才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状况看得一清二楚。如果说一个大念佛堂上百上千人都在里面念佛，看起来是很热闹，请问这个主期和尚他能不能够每个人都照顾得来呢？不可能。所以一般佛堂里面的人都不多。印光大师讲嘛，最多多少个人呢？二十个人就好了。敬业行人当三复思言，身体虚心养性之要。这都是在讲我们，
我们作为净宗的修行人，应该呢要把前面所讲的话呢多看个几遍呐。对于佛这个能力，要虚心接受，要诚恳的向佛效法。下面经文：由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下面解释：若有众生于此诸智疑惑不信，由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是为生边地者之行径。那么他呢还不错，他还能够相信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事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总报。他相信罪福。同时呢，他还能够修习善本，这就是我们一般常讲的，肯断恶修善，肯呢改邪归正。他真的在啊这个方面呢下功夫，他也很认真的念佛，所以虽然他带着少分的疑惑，但是他有在真修，真正在啊念佛方面下真功夫，他也去得了。下面再解释一下这个罪福是什么。忤逆十恶等为罪，五戒十善等为福。古大德教我们修行，他讲四个字：持戒念佛。当您持戒念佛的时候，你有没有造罪呢？不可能。有没有过失呢？也不可能。不能尽信佛智，上信罪福因果，而常修礼佛念佛，求生净土。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缺点就是前面所讲，他不能够完全相信佛的智慧，可是他还能够呢断恶修善。他每天都在拜佛啊，每天都在虔诚念佛，每天都期盼着阿弥陀佛来接他，心很诚恳。因念佛实为诸善之本，故云修习善本。这一句话至关重要。所以诸位同修，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啊，不管您做什么好事，不管您建多大的功业，古人讲三德嘛，那又怎么样？不都是梦幻泡影，是不是？您做再辉煌的事业，到最后还不是一场空？可是我们认真断恶修善，老实念佛呢，是可以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到达西方净土的。所以呀，这个念佛法门，它那个作用啊，功效是世间法无法相比，也是其他法门呢。说真的，我们修学其他法门呢，要出六道做不到啊。不要说离十法界啊，连六道我们都出不去。再说的低一点，我们连天上都上不去。升天怎么上天？怎么升天？升天有升天的标准，我们要修上品十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修四无量心。如果这两条我们不具备，上不去。所以啊，反观现在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本身，谁真正在每天学习《弟子规》《太上感应篇》《佛说十善业道经》的，
如果这三本书做不到，那很麻烦的，那是在造作罪过的。最严重的罪就是忤逆罪。哪忤逆罪呢？杀父杀母杀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现在世间人呢，造这些恶业的人太多了，真的都是要让我们触目惊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大心，把传统文化学好，一定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善，什么是万善的根本。我们不但要劝，还要自己本身呢做出来给别人看。所以呢，这个修习善本，简单来讲一句话，老老实实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下面是念老所讲的，如上之人，信福不信智，信事而迷理，故堕疑成也。这不就指出生到边地里面的原因吗？他怎么样呢？相信罪福，但是他对佛的智慧呢不能够完全相信。他相信是，但是对这个道理啊还没搞清楚。所以我们深入经藏，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性相、理事、因果这六方面全都参透。说实在的，去极乐世界难不难呢？一点都不难。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呢，去极乐世界难不难呢？太难太难。那为什么说不难又说很难呢？这不是讲起来很矛盾？对哪些人来说不难呢？对那个没有问题的人，没有问题的人来说一点都不难。对那个疑问很多的人叫大难特难，很难。我们呢恐怕是那个当中的，说没有疑问呢还有一点疑问，说没有疑问呢还有一些。那怎么办呢？就要天天跟在善知识身边，天天听他讲开示，天天听他的教诲。这是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你看他的弟子光是出家众有多少人一天到晚跟着他呢？1255个人。为什么一天到晚跟在佛的身边呢？就算是证得阿罗汉果还是没有离开佛，什么原因？是的，他是证得阿罗汉，可是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呢，执着没有，他还有分别，还有妄想，所以他必须要继续的接受佛的教化。连阿罗汉都要常常跟在佛的身边，我们凡夫怎么可以不天天读经，不天天听经？从这个现象都在提醒我们，读经言教每天都不能够中断，不可以给自己放假，不能够给自己找借口。如果给自己常常放假，到后来还是自己吃亏。吃什么亏呢？到了晚年的时候，到临终的时候，这里痛那里疼啊，这个福报没了，老而体衰，老而多病，老而无人来照顾，孤苦伶仃。我们现在都还年轻嘛，您感觉不到这个苦，可是一旦当年到了10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病痛折磨苦痛接踵而至。倘若我们能够像闲公老和尚这样子，从遇到净土法门之后就能够深信不疑，一直坚持到底，纵然能活到110多岁也没有问题。这都是信心所产生的巨大的作用。所以希望大家呢，这个经教学习啊，天天都要保持下去。莫学勿胜初习念讲。
难免有讲错以及疏漏之处，如果有任何错误，敬请诸位大德予以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